流量池用你一直想要多练，我就不会给你练。总考生没有多练，嗯，总考生就按规定两堂场内两堂场外啊，做道考的人就是场外一次，嗯，我们都是这样规定，嗯，总考没有多练，嗯，场还没考之前多练没有关系，场不行多练，嗯，像现在他们这次要考，都会给你们多练。嗯，好，场内多练。确认后方回正。回正，回正，回正。好，接开。压左灯，会压线，会打灯。好，对，时速40。嗯。灯关掉，灯。嗯。左右查看。左右查看。继续。压左灯。压一下线。开40啊，你开50，开到50，看什么了？左右查看，你也在看。哦，对，因为刚刚一直看前面，脚就压下去了。嗯，就这个问题。嗯，继续的。哦，左右查看。那左边。好。消一点，别不用变换，消一点。嗯，消一点。切完再关掉。好。关掉。好。接着。先停就可以了，好，停在那台教练车前面。好，它后面是红线，我感觉。左右查看，对，抱歉。嗯。看前面，不用进去，碰到边就可以了。边就可以，好。好，停。停了。嗯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要怎么样？等一下，你干嘛？你等一下。考官进去查。没事，大哥。嗯。还没啊，裁判还没讲开始。好，对不起。继续。好。提高一点，提高一点。没有这么紧张，左看你紧张干嘛？会模拟考试紧张哦。没有模拟考啊，你现在都在练车，直接就考了。下礼拜就直接考，场内都没过就不用考了。嗯，对，打左灯，变换车道。对，变换车道，推过去啊。好，时速40。嗯，关掉。考试的时候开30到40就可以了。我都会传资料给你们的。嗯，好。因为他问我他开多少，但他没有看，回去看我都有传给你。拿走。好，丁恒，丁恒伟，你回去看一下。好，传给你都没有在看，还问我时速要开多少，严重。传给你的资料你都没有看，他用道考减速道考的重点都没有看。确认左右无来车。对。是第一次有车出来，本来就会有，对，所以这边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左右查看，要干什么？这个人要干什么？对，为什么他不是只能执行吗？嗯，他可能要停车，这边今天没有开了。哦，难怪。这是假日开的。嗯。那他要停，可能要停车。嗯，好。假日才要开放。嗯。下坡减速 ，OK， 加油，踩太多，还是会骑车，下坡会加速。
烧盖。对正。好。打药的。嗯。眼睛看有没有车。没有。有车。等一下。好，确认左右，左右烧盖，确认后方我来车。好，推油，转弯。好。过来一点，不要腰死。嗯，对。好。斑马线要查看。嗯。左右烧盖。对。不要乱开，都没看书。你要都别再看路，要习惯就可以了。习惯非常好，而且应该给他外包的一个考过顺便。时速都没在看路，速度都没看，一直开。对了，那你这怎么可以拿驾照重考？因为打油灯，你又超过了，你是不会刹车是不是？真的很灵敏，你眼睛都没在看呢，是灵敏的，你眼睛没在看。裁判都一直盯着你的油表，你还一直没看。他走的，左右查看，左右查看。哎，有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走了，快走了，走了，走快一点。好，中间车道。嗯。脚回刹车。脚回刹车。停下来。打右灯。左右查看。哦，过来车。对，有。好。左边的车道。嗯。车道关掉。好。为什么？那为什么你不会关呢？扣十六。对啊。打右灯。打右灯。进去关啊？为什么？确认后方无来车，不要车道。整天问人家为什么？没有。不会关，为什么？关掉，轻轻关。你关掉，它还会跳一下，跳个两三下。左右查看。一直上上下下关不掉，速度要看，都没在看速度。对，真的。哎，我准备要留级。留级场内只有两台。场内来三圈了，对不对？多查看，缴三千块就多场内两堂课，一堂课500。对不起我，对不对？我管得我，没有什么多开就没有。你多开我不会约你，好，我不会约你。重考生我不约，多查看，约两堂课，左右看，要他多留几次，不用了，因为场内练那么多，对，还考不过，那不行。就是要，你不要，专心考嘛。哦，左手查看。不要以为人家要给你多练，不要想太多。好，重考生我们是不约，很少约。确认后来车。重考生我们早就按照规定约课。场内如果是场内考不过，就是约两堂课场内，场外来一次。对，就。如果是场外的话，就是场外一次，因为场外他不用场内，所以他学费便宜1000块。左手查看。对。场外是2000，那如果加上场内，就场内再多两堂课，那场外是到3000，3000，就这样的，就没了，就没有了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反正就这样约。好，重考生我都这样约的，每个教练都几乎都这样约，所以有些重考一直考很多次，一直考。我是有听你讲那个护理师的，有个护理师考8次，6、7次，对，考8次的，对，助考24000，场内就考了，场内考了6次，场外考2次。他差场内那么长，场内考6次才过，场外考了2次，哎、欸，过了，还好，场外2次，左右查看，缴了不少钱，对，因为他很有毅力，要一直考，对了，因为真的，我们就是想要拿驾照，对，想要多花点钱，我每次都给他上2堂课，场外1次，然后就一直考，最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考过，不晓得，就最后还是应该就是也是运气好就。也不是运气好，技术好了，他可能有人陪他练习。哦，对啊。有人可能马路有陪他练，他同事有会开车陪他练习。哦，对，外面。那他怎么考过？他走的。嗯。他场外只有2次而已。嗯。他场内考6次。对，因为没有人带的话，应该就。场内没有人带的，场内只有我带，还是谁会带他？对，没有人要接手。对。他朋友没办法到场内练，没办法。嗯。所以他场内考6次。嗯。走。脚太高，有点一下，可以点一下就放掉。好，继续看。好，跟着他后面的。好，回正，走这个车，不要腰线，推油，推下去，打右的，左右查看。右方有车。好，有车点。好，可以了，变换车道。变换车道。灯关掉。灯关掉。打右的，停到右的，借停在机车那边。好。往前，机车那边。嗯。慢一点。往前，往后对，他腿往前，
游览车，游览车不行，转这边。游览车那边后面有车，我在那里停。好好好。停在那边我很难停。嗯。那一点。好。回这，停下来，左转，转过去。好停。好。推皮的，手刹车拉去。你下一次哦，考试是那个9月24号，哎、欸，你10点半要到下礼拜二，对，下礼拜二10点半，对啦，我赖会跟你讲，以赖传给你的时间为主啊，反正就是10点半要到这边，好，哦，按你的组别我会传给你，嗯，好、哦，第几组我会传给你，下礼拜二，嗯，你下车，哦，谢谢教练。2个是开车门，然后常看无来车。你下次来的时候要带那张单子。好好，你有一张小单，带回去。